现今被发现最大的三角龙化石骨架，最近在法国巴黎以660万欧元（约为770万美元）的价格被竞拍成功。这具约6600万年前的三角龙化石骨架，2014年在美国被发现，人们以发现者的名字将它称为大约翰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它为迄今最大的三角龙骨架，骨架长度为7.15米，臀部高度为2.7米，两根长犄角超过1.1米，头骨长度超过身体的1/3。这具三角龙化石骨架最终以660万欧元的价格落锤。此前，人们估计它的成交价是150万欧元。巴黎的德鲁奥拍卖行没有透露买家的更多情况。